是不是耍我呀？你为什么能这么贱呢、啊？你这个畜生系统！来，我继续来，我继续做十三幺，你再给我清幺九。你他妈的，你像个人？真的是畜生系统，耍老子！你想干什么？我他妈问你，你想干什么？关键是他先给我这种牌，不是我要做，是他先给了这种牌，然后我按照他给的牌去做，然后他又不给了，他又给另外一种牌。什么叫我不会变通？我就是变通了呀，他给我这种牌我就做这种牌，他给我那种牌我立马变通一下，那没了呀。牛逼，好好好，好玩，爱玩，非常的好玩，下次我还要玩。能不能别这么贱呐、啊，畜生！我操！我虽然是真的可以，这皮麻将真的可以。我后面全部变完牌，他就是做全小的牌。压不经验，不是他给这种牌我能怎么办？我前面换牌的时候我还留了个一二条，留一二条就本来就打算想要做全小，然后他来了一堆桶子，还来了两个酒桶，然后我那些变牌一直变一直变，全变二三四桶，二三四五桶。你信不信如果我打算做全小的话，他包给我十三幺的吧。他不跟我打就算了，把他的腰子砍出来。更多火药，身体中心相信比尔吉沃特的鼠辈。我感觉打也来不了，伊莎娜会过来，他留的觉醒我也杀不了他。人人有份，把他们扔给鲨鱼。皮毛，这是我们的开场。烧吧。让你把觉醒用了是吧？慢慢的死去，送给他们的奖励。回来时候不见不推不行，不见不推裂。留个眼线在外面。死亡的潮流。哎。推个兵线非要他妈刷我蛤蟆，非要等你死了就过来收两波兵线。憎恨是小孩子，是谁都赶不上热火。明明自己这么大的优势，你少这一波兵线会怎么样嘛？那是我不走，我才升到的六啊。加纳到这里了，我才升到的六啊，大哥。我早点走，我怎么升六啊？我曾眼泪和海水曾重生。
更多火药。就是他少了个火刀，不然开大能杀。把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。他往后面一点就好，你把他逼过来，要大。传授伤痛，把残忍带给所有人。可惜。快，再不来顶不住了。好像有闪，什么？我换掉的话也不行，我怕他杀不掉。我虽然失去了船，烧吧！人人有份，更多火药。算了，不喵，我看他死不了，我准备想再 Q 他一下，可以走的，万一他不死，我本来想走，开了个 W。我的仇恨将沾满鲜血，但是他没觉醒，我感觉也他走了就算了。憎恨小孩子的勇气，留个眼线在外面。要是杀的烧吧，人人有份。藏不起，清算就要来临了，不要有侥幸心。他手贱非要开个 W， 他早点摁一我没的。好，感觉他的回血也不是很屌，不像神殿前多买个暴风斗。
那小林应该很难打，我回上路去。推中吧，我们找家里奥去了。这个位置我们不太好支援。破劫了，破劫支援不了，那就推中。破劫了，确实没办法去。他们五个人在中间，下面两个，上面两个。当心炸药桶，连起来了。那假料就不能带下，我就带下吧。五五能赢，关键是没法开。我知道他说的五五能赢。那去哪里开？我虽然失去了船，这边塔下开没有失去灵魂。喝到奇安娜开仓不比你猛多的，因为他要他来开带加里奥进去，但是有个辛德拉在那，他是很难开得了，你知道不？很容易会被那个奇安娜反开，一个辛德拉，一个奇安娜，两个推。我觉得我还不直接在边路偷塔，结果他们那个中单在上路推，不在正面还好一点。那他们中单回家肯定是来守下路，他没回家，在上路。那我下路就得上高地了。我去那边拦，不让他们去支援。你和我的船一起沉，看到奇安娜，这咋被又来又开始打团，不管了。我们先吃个核心，让贾廖去守辛德拉，然后我们先把下路线推过去，把下面线推过去，然后逼他们那个上单来下路守线，然后我再从侧面穿插过去，从侧面炸一波开波。不要有侥幸，这个线先得推过去先。我去打小龙吧，这个路是不会开的，你看吧，想开掐那一堆就很容易出问题。反正我是不太相信这个路的开团手法的，两个推中一个感觉就嘎。谁走？技能，觉得不如去打水龙，我突破装备更好打一点。你看看这个洛刚刚开他是怎么死的，你看一下，第一时间他们那个乌迪尔都还没在正面，不然他们早就反推了。我觉得开前排开锤石还能打，好打一点。不让锤石能救人，推上路，
那就走吧。打野都跑了，我可得跑。等 B 线过去拿个大龙继续推，包一波。继续打的话有可能被反打。继续打的话，如果打输了，对面拿大龙还得推。没办法，太有实力了，经常被别人误会。也没法子，实力就这样。请问他说的是挂逼还是狗逼？小爽一下。